今天周末啊，给大家录一录，这是英国的一家公司，是他们已经是全都装好了，完全是家庭式的浴室部分，厕所。这是左是凉，右是热，或者是左热右凉，这样子。是一种门，是这样把它拉开进去，很漂亮。这个很小，然后吸收，就是两个洗手盆在一起的。这个很好，这个是放牙膏、牙刷，这个很好，这个很在空中的，不用占地方，而且还要擦台面。但是我不喜欢这个部分，这个部分，脏的时候时间长了会发黄啊、尘土，会要擦，左擦右擦，很辛苦。这也是左边一凉一热了，这个很好，一摁一开。山脚直角的这种浴室我不是太喜欢。这是另外一个，我觉得这个洗手盆真的不用那么大，也不用那么深，因为我家的老式的都比较深又比较大，没有必要去占地方。这个相对很好，这个很好，容易清洁，没有什么太复杂的结构，清洁。挂毛巾，一些照片哦。这是公司的名字，这家现在看到是这家公司，但这种有点太肃穆了，这种效果我不是感觉那么家庭式哈。这部分呢，一般家庭是需要放东西的，哎，这还真有，放一些东西，抽屉，不错，放一些，牙膏、牙刷，还有一些药膏啊，这很有意思，这也是放牙膏、牙刷，拿下来可以接水，可以直接刷牙，对吧？刷牙，厚上的，我觉得没有必要，我喜欢把牙刷，冲上的那样。可以干一些，这个好，这个设计好，可以放这个，可以放香皂，这个牙膏，也有盖子，对，这样刷牙，拿开接水，对，这个是固定的嘛，这个位置固定的，这个有意思，这还放一个座位，洗累了可以坐一下是吗？还不错，加个小衣柜，小柜子，这种好。然后，这是肯定是空间了。房间小的可以放很多东西，我就是需要这种，小东西太多太乱，所以一放进去就感觉好。这个很好，你看浴巾有了哈，浴巾的柜子，然后还有独特的一个灯，这有一个台子放香皂，是放洗发液。这就装饰了，但没有人把这一棵松树放在这儿。挺有意思。这就是更多选择的产品了。好，我再给大家接着看，看看15分钟很快就拍过了。一间最大的了，作为把整个的效果都给大家看到，然后他们会带着客人给介绍更多的。这个很紧密，这个好亮。This is nice one。这边还有这个
浴巾用过之后要暖的，这个暖，这个好，暖气，暖气设备，啊，这个更棒，是吧？这个有家庭式的，这是目前我看到最喜欢的。这个大小正好，嗯，这个是热水凉水，这水质接下来这个很好，位置距离都很好，这个好旁边的，嗯，感觉生活一些是吧，要生活一些。厕所，嗯，这个是应该是专门，嗯，大姐之后洗用的。这个也是，听说在法国到处可见这种设施，就是一个是上厕所，一个是洗的。在英国没有这么流行，这个很实用，很好。这个太玻璃了，这个我不是太喜欢。所以是浴缸，是浴缸。连着，冲澡的，这是连起来的，没有分开的。嗯，这个也很好。这一个手把，这个方便多了。开向右再开，这方便多了。老式的是一左一右两个是很麻烦的，两个是很麻烦的。这个浴缸很好，嗯，设计。如果你的家正好是离一个树林很近，然后就可以在你的浴室里有这个效果，一边泡着浴，一边看着大自然。没试过，没试过。这是干嘛的？哦，这也是一个洗手，很新的。哦，看到价钱了，终于从3885变成777了。嗯，这个是大姐家卖沙发，大姐家啊，千种万种哈。这边多了这个。这就是展览的展品给你们看，嗯，然后镜子有大有小，全部是长方形，这个好，我喜欢这个，不占用那么多空间，这种好，而且容易打理，这个我喜欢，是喜欢它的圆形，椭圆，椭圆很有效果，歇合。嗯，这个是多功能的浴缸，这多功能的应该比较贵，多功能的浴缸，嗯，这个浴缸也不错，够深的，这种深浴缸不是太舒服，因为感觉陷进去，我觉得浅一些好，浅一些不用很多水就可以整个身体就被然后浸泡嘛，我的个人体验是这样，因为太大太深需要很多水，而且呢全身还很难浸泡，就感觉有点太浪费了，从环保角度说，嗯，虽然说水哎呀没那么贵，但是就是我们这边受到一种教育，就是环保上你要能不能考虑一下有没有必要一个人用掉那么多水哈一次，但我们不会说天天去泡浴了，就但是一星期一次还是可以，这个很好，这是一个很包装包很好的，我喜欢这种型的，我个人喜欢这种，嗯，瓷砖也不错，瓷砖的颜色。他们都会想尽办法搞到最好的适合所有人的不同品味的和要求，所以这个是我理想的。好，再给大家拍一拍，很多款了，只是给有兴趣的朋友
作为一个小视频吧，给大家看看。反正我也来了，给大家拍一拍。没有人阻挡我拍，所以就是这样。这个很怪，我觉得家庭用要不要这么长哈？我开玩笑，我说在这里面给 baby 洗个澡还好，呵呵，给出生几个月的 baby 这样洗洗啊，洗洗屁屁啊，呵呵，还是比较合适。有点太大了，太长了。这个叫 shower head， 一定要特别大，要多水。就我总觉得冲澡，我觉得是挺浪费水的，因为就是从身体皮肤过一下嘛。这是我。从身体过一下，我觉得还是我通常是喜欢用这个同样的水量来泡浴。我觉得又比较真正的清理皮肤，然后呢人也能彻底放松。所以这是我的一个想法吧，为环保的想法。哎呦我的天，要不要这么多啊？这是他们在这里设计的，他们需要这里，不，这个跟卖没，这个产品没关系。行了，应该就给大家拍这么多了。很漂亮，从整体效果来看，是吗？贵子，这是另外一间公司的，1748年就开始了。Villery and Boh， 1847年。Yes, darling. 这个把电视放在这个浴缸的对面，我不觉得那么健康，因为你要好好享受热水嘛，享受休息嘛，然后你的脑子在看这个时候怎么可能休息呢？我相信不会的。但是它这个浴缸的设计是我喜欢的，可以不是那么宽，然后可以很容易就把水注入。Let's go. Okay. Morning. Wow, here's a lot better. Yay. Yeah, even better. He's... 这是我普通的周末啊，今天特别好的幸运的阳光明媚，然后呢，叫了一杯这个叫 cappuccino。坐在阳光下，坐在外边，这是一个很小的一个，一个很本地的一个小餐馆吧。我家人坐在里边，因为这是抽烟的地方，所以我愿意晒太阳，我情愿闻到点烟味吧。好，今天大家看到我拍的视频了，希望你们喜欢，希望您享受您的周末。阳光明媚，太舒服了，再见，谢谢您的观看。如果喜欢我的视频，记住订阅我，再见。